好像大部分都是台湾族哦，哦，因为我是台湾族，我闻得到台湾族的味道。哦，为了我们那个生活的目的，是提供白为了我们那个给你们另外给你们所有的同学哈、哦，希望你们能够记得，有时候这是一个缘分，因为一次的攻读可能是变成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哦，会是这样子，所以哈、哦，我希望各位同学就是说，这个多认识一下朋友，将来你们也可以相互的这个联谊哈、哦。那在这里真的是希望也辛苦我们这个卫福处啊、哦、来办这样的一个这个也很多的老师协奉来教什么，哦，来告诉你们文件站在做什么哈、哦。宏伟呢，介绍公部门哦。宏伟，你是文化中心的宏伟吗？哦，因为你戴帽子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嗯，哦，好，那我了解哈。所以，谢谢大家了，也预祝大家在暑期这段时间能够平平安安的、快快乐乐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满意吗你？三宝、五零亮、余友弥上，差不多就都这边的人都听得懂了。好、哦，谢谢大家，满意吗你？谢谢。